vaše piękne? A wasze ciała? Jak o nie dbacie? Ujędrniający balsam do ciała Lirem nawilża i ujędrnia twoje ciało. Masło kakaowe zapobiega wysuszaniu skóry, a wyciąg z owocu noni poprawia jej sprężystość. Balsam do ciała Lirem nawilża i ujędrnia twoje ciało. Masło kakaowe zapobiega wysuszaniu skóry, a wyciąg z owocu noni poprawia jej sprężystość. Tak działa efekt Lirem. Ujędrniający balsam do ciała Lirem. 来自波兰橘子纤体沐浴乳，让您洗澡时轻松搓揉，肉肉全都不见了。一组两支，只需好享价158就送到您的家，并优惠赠送新型沐浴组，赶快拨打18008881222。欢迎收看好想购物台，每天与你同在，值得您信赖。大家好，我是金龙，我是慧茹。我们常说啊，就是世界上呢是没有丑的人，只有懒惰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要告诉所有的懒惰的人，你们有得救咯。到底是什么救星呢？我要请出我们的厂商代表以及我们的美容达人 Sarah。 大家好，我是 Sarah。 这支商品呢在台湾已经有15年的时间咯，而且是每个人都想要抢着买的，不管是艺人、名人或者是模特儿，全部都想要买这支商品。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的大师姐，有的是我们的丽晶姐呢，也是这个产品的使用者。对，她非常喜欢它，她还帮她取名叫做 Super Gamma。啊 ，Super Gamma。对，因为它有浓郁的橘子的香味，而且再来呢，它真的用了之后就可以让你瘦下来。哦，真的吗？那我真的是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平时要去瘦身啊、运动啦、啊，然后常常都说没有时间。好了，现在当你洗澡用我们这一个橘子纤体沐浴乳的话，可以帮助你瘦身哦。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洗澡的时候就可以瘦身？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来说啊，瘦身的食品、瘦身的产品，它要能够用洗的方式很困难，因为要怎么样快速的在你洗澡的时间呢就可以跑到你的皮肤里面去，所以只有 Dr. Aris 做得到。而且重点是，我知道很多人像我这样子、啊、其实要很难瘦，是因为哦我们的脂肪是硬了，对，所以呢是很难去消除我们的这个脂肪的。对，那今天呢 Dr. Aris 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呢，真的是整个品牌的镇店之宝了、然后你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厉害吗？有多厉害？它是我们的百大名女人所创立的哦。百大名女人里面包含了有谁？有香奈儿、Coco Chanel， 然后还有希拉蕊。来，你看到这边，因为政治影响力而成为百大名女人的希拉蕊，然后还有 Coco Chanel， 然后但是最重要的呢，介绍了谁呢？在这边就是我们的 Aris 女士。好，我们的 Dr. Aris， 她是研发者，而且是我这个品牌呢，不只是百大名女人所创立的、哦，我们还是有新闻媒体去采访的哦。而且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个橘子纤体沐浴乳的话呢，告诉你在台湾卖一支。对，已经是多少钱了？2480。哦，就是台币2480，大概马币是200多块，300块钱。哦，近300块。对。但是今天我们优惠给我们好想购物台的观众朋友，而且是独家哦。今天你买两支的话，两支的话原价是520块，那今天的话呢，优惠价给我们好想购物台只需要158。重点是。还送这一个新型的里面，对，沐浴组，那里面呢有这个泡泡的这个网、还有呢还有很多可以看一下，有梳子啊。那其实 Aris 跟其他品牌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世界级品牌，世界级品牌，这叫做 Super Brand。 这一本名鉴啊是一整年才会出这么一本的。那我是跟谁放在一起呢？来、那世界级品牌的都是一些有什么影响力很大的 Jaguar， 例如 Jaguar 跑车，然后还有什么呢？这边知名度很大的 CNN， 连新闻媒体都在里面了。那但是呢，我们的 Aris 在这边看一下哦，是整篇幅都是在介绍我们的品牌。那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还入选法国奢华品牌协会。那你知道要够奢华，品牌要质感够高，我才能够加入这一个协会。那说到这个品牌的话呢，我觉得大家熟悉的可能是 Chloe 啦，对 ，LV 啦，还有这 Chanel。哎，你讲的都在里面呢、真的、都在里面呢、你看。像是 Chloe 也在这边，字比较小一点哦。来 Chloe， 好，然后再来 Chanel 也在里面哦，在这边 Chanel， 然后像是呢 LV， LV 在那边，这里这好像大家来找茬一样，都在这里了。那但是呢，很多很多的品牌都在里面。橘色这边就是 Dr. Aris， 我们是跟他们齐名的，是，但是我们有一点一定赢过他们。别人没有的我们有，就是我们有一个 SPA 山庄，我们在波兰总共有三大座的 SPA 山庄。它 SPA 山庄啊是占
占据一整片山头哦，然后就是整个山庄就是占据了。那我有高尔夫球场吗？还有游泳池，但最重要的是。客人来都是要做 SPA 课程的嘛、嗯、那光是你要加入那个 SPA 山庄入会费就要我相信应该是很贵吧天价天价一年大概就是马币10万块哇不含疗程费哦对那而且据我所知去做 SPA 的时候好像都会用到我们这个纤体沐浴露的产品对不 对, 对你看这就是 SPA 山庄里面非常的奢华都是很顶级的一流人士在进去的、哦、好漂亮哦很漂亮那大家进去想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疗程嘛想要变漂亮想要变瘦的那我的疗程呢一个疗程就是一张这样子的 DM、嗯、你可以看到包含了脸部的课程啊然后包含连怀孕的女性然后有钱的女性都会去做的那但最重要最明星啊大家排队想要做的就是这一个体雕的疗程然后你看哦体雕疗程做一次呢就包含了有臀部的有腹部的局部的但是全身的呢80分钟就是要马币的2618元 哦做一次是但是它为什么能够真的大家都喜欢就是因为它用了之后做完疗程就是每个人出来就是瘦下来对而且今天为什么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品牌的历史呢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我们的 Dr. Aris 的这一个品牌了 对那因为大家去做疗程全部都是用这一瓶的橘子沐浴乳哦那我们今天现场是不是要来用看看好 啊你看到没有我手上的这一个我们橘子的纤体沐浴乳的话的确是很多人的救星啊据我所知在台湾卖了15年而且在台湾你知道吗掀起了抢购之余而且成功瘦下来的人是从台湾头到台湾尾耶真的啊全部的人都瘦下来台北到这个高雄都有垦丁都全部都是瘦下来的人、哦、而且呢今天你不用去 SPA 哦你买这个沐浴乳回家你就好像每一天在家里做 SPA 这样子对不对对就像做 SPA 一样但是重点是它的味道好香哦对橘子的味道我现在很了解一下为什么用橘子来做呢是因为橘子的香氛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你抑制食欲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增加我们个人的魅力、哦、不管是男人女人我相信呢大家都很期待增加自己的魅力吧所以啊这个橘子的纤体沐浴乳的话呢啊，你看就可以瘦身可以增加魅力多么的棒我先打开来让你闻一下哇好香好香哎、欸、哇你那么远都闻到哎、欸、对啊变成味道真的很香那我们直接洗给大家看我们付给大家的沐浴球嘛你沾一点水那不要浪费不要直接抹在身上你挤在沐浴球上面这样就够了然后啊洗在你的身上哎、嗯欸，那其实我很好奇因为这个沐浴乳啊它有帮助瘦身的效果对那如果有一些朋友说哎、欸，我可能只有一部分要瘦身另外一些部分不要瘦身那怎么办呢那你就简单的洗掉就好了然后呢针对你胖的地方你就加强洗它、嗯、加强按摩它那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不是一般的沐浴乳、喔、我是真的里面有瘦身的成分是所以请你停留在你想瘦的地方这样子化圆而且我发现到那个沐浴乳里面有一粒粒球的对不对对一粒粒球的、嗯、它就是我们的长效的消脂球、哦、它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呢直接、啊、消除你的脂肪针对你的脂肪然后去推散它帮、哦、你代谢它哇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了如果你的脂肪跟我一样是很硬的话呢哇这个就是你的救星了对不 对我们的橘子的纤体沐浴乳啦那今天只是优惠价给我们好想购物台要独家、哦、今天你购买两瓶的话只是158而已还会加送给你新型的这个沐浴具咯对而且洗完之后你会发现除了瘦下来之外、哦、皮肤变得好白好滑哎、欸，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到没有就是两个这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而且你看哦、喔，很多老公都说为什么老婆你洗完之后变香了又滑又白全部都是因为洗了这个橘子沐浴乳真的而且呢我看到呢我们这个产品的那瓶身它好像有说你每次洗澡一次可以瘦多少啊它就可以瘦5公分它是你用完整瓶之后就可以保证你瘦5公分而且它的效果直接写在最下面哦，就是告诉你说直接消除你的脂肪哦，它的最大的效果哇一瓶也瘦5公分的话呢我相信可能大家都已经是蠢蠢欲动了对不对好了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18008881212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 www.enjoytv.com.my 等你的电话哦根据脂肪热感应仪器测试我们发现大型脂肪体容易囤积在腿部手臂腰部等部位导致形成三角形的西洋梨丰腴体型2010年全新升级强效纤体亮白配方主动搜集脂肪体快速消灭分解脂肪球将脂肪由大变小同时增强肌肤紧实触感柔滑细致雕塑出完美的曲线亮白纤细的肌肤
来自波兰橘子纤体沐浴乳，让您洗澡时轻松搓揉，肉肉全都不见了。一组两支，只需好享价158就送到您的家，并优惠赠送新型沐浴组，赶快拨打1800-888-122。哦耶！我们的 Dr. Ennis 的橘子纤体沐浴乳的话，真的，我们的好享价超值优惠价只是158而已哦，两瓶，而且还加送这个新型的这个沐浴的用具了。而且你就直接把欧洲最明星的体雕课程直接搬到你家里，每天洗澡，每天在瘦。而且真的是一边洗澡可以瘦身的话，大家的梦想了。好了，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嘛，就是可以消除我们身上的这个脂肪，到底要怎么消除呢？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哦，瓶子里面一粒一粒的，有没有、嗯？它就是智慧消脂球，然后在你洗澡的时候呢，去锁定你的脂肪细胞，然后去推开它，去代谢掉它，哦、所以大家才会说，为什么我越洗澡越来越瘦？对，而且这个呢，我觉得智慧的消脂球呢，是一般沐浴露是很难看到的。对，非常难看到。好，那今天我们就直接的实验。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沐浴乳，好不好？好啊，那其实呢，大家其实家里都有很多的沐浴乳嘛，一般都是这样子的沐浴乳，洗香香、洗干净的、嗯，那是没有效果的。但是今天 Aris 是真的可以让你瘦下来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哦，这里有。一样的两个奶油是一样的，一样的量有没有？一样的多，那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你身体里面顽固的脂肪，你怎么样都瘦不下来。然后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我腰那边的肚子啊，很难受啊，对，怎么样都变瘦，而且有时候捏起来还会有点硬。今天我们就直接做实验。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来水嘛，然后我们就把沐浴乳呢融在里面。OK， 好，是，哎、欸，你也同时在融吗 okay, 你融一个，我融一个。哦，就用普通一般的这个沐浴乳好了。是。好, okay, 好，加了差不多的量，然后呢，那我们去搅拌一下，再来搅拌。就像你洗澡的时候啊，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热度嘛，对，借由水温，然后把有效的瘦身成分跟智慧消脂球带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呢，你看哦，其实很简单，就这样子，然后把它盖起来。OK， 好，好，那然后呢？那现在我们就一人倒一边的这一个奶油吗？对，就是针对我们身体里面的肥肉，看能不能够有效的帮你消除、代谢出去。OK， 好，来，来准备，1, 2, 3，开始。啊，你看，哇哦！哎，我看到一个现象了。对，现象就是呢，在左边这个我们用到在 Aris 的呢，它的那个颜色出来的是有那个奶油的颜色，对，就是它的脂肪真的是有溶解掉已经在帮你溶解掉了。然后，但是金龙你那边的，哎，为什么奶油不会变的？还是依然这么多？对，然后你看，你洗完澡有没有变瘦？哦，真的是，你看我用普通牌子的沐浴乳的话，你看还是那么多哎、欸。用搭配 Aris 的，哇，几乎都已经消掉了，所以为什么越洗，好神奇，真的。而且呢，据我所知呢，这一个除了可以瘦身之外呢，还可以去抚平这个妊娠纹，对不对？对，很多妈妈洗、生完小孩之后会发现肚子有很多的纹路，还有人快速的变胖，就有一些肥胖纹，有没有？我跟你讲，刚我做了这个实验之后，我很大的挫败感，为什么我的奶油还那么多？这就是因为你每天都用没有效果的沐浴乳，你只洗干净，你当然不会变瘦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 Dr. Ennis 的橘子纤体沐浴乳，真的是懒人的救星啊！没错，如果你连洗澡都懒的话，那真的没办法了。好了，今天呢，在我们的好享购物台，只要158就可以马上把它带回家、哦。没错啦，那记得哦，就是除了158可以把两罐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这个新型的沐浴具喽，非常精美。哎，老公老婆要讲清楚哎，一人一罐，不要吵架。台湾有太多人因为这支商品吵架了，啊哦、因为连老公都想要用洗澡的方式变瘦，男生最懒了嘛。也不是每个男生啦，但是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觉得，平时很懒惰运动啦，太忙了，要顾小孩，不想动，然后又不愿意少吃东西。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不需要运动 ，OK，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沐浴乳的话呢，瘦身了，而且用一罐的话呢，已经是有这个实验证明是可以瘦5公分。而且它只是在洗澡的时候，你只是换掉你原本的沐浴乳而已，你就可以达到瘦身的效果。哇，真的是非常的棒，好吧，再一次告诉大家，我们的优惠价只是158，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1800-888-122，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 www.enjoytv.com.my 等你的电话喽。可是我呢是生过之后有妊娠纹以后，我真没有想到洗澡还可以把妊娠纹洗掉哎、欸，洗哦，完全没有，真的，看得出生过小孩的痕迹，一
洗完，我就发现我的皮肤跟果冻一样，不但滑，而且呢，好像那种零毛孔的那种肌肤。我男朋友现在都叫我牛奶甜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不止说，他还会慢慢把我的皮肤变得跟天使白一样。以前洗澡你就觉得说哇洗干净，可是现在你可以洗窈窕、洗白、洗细致。是，马上我男朋友有啤酒肚，那爱面子都不敢说他有偷洗，可是他全身上下就是那个香味啊，他跟我说他没有。那生完小孩，那一定，其实说真的，肚子一定会出来，就让我的那个腰就不见了，然后我的肚子也都不见了，他没有缺点。你看，我已经花了1980了，还一定要这样吗？流鼻血了，铃铛哎哈，来，亲爱的观众朋友，请看52岁的刘姐，洗完澡之后，刘汉坚，你要流鼻血了吗？好，来，1、2、3。其实洗澡你就能够轻松的做到。铃铛也来了，来自波兰橘子纤体沐浴乳，让您洗澡时轻松搓揉，肉肉全都不见了。一组两支，只需好享价158就送到您的家，并优惠赠送新型沐浴组。赶快拨打1800-888-122。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 Dr. Alice 的橘子纤体沐浴露的话，真的是太棒了。对，而且它的效果全部都是经由实验室的认证的。而且重点是，你看刚好我们做的实验，你看就是不同牌子的沐浴露，你看我们的这一个奶油代表你身上的脂肪，滑过的脂肪，你要选择用一般的沐浴露，然后还是一样维持一样的肥肉，还是你要选择有效果的瘦身沐浴露，让你一边洗澡就是一边瘦身。而且重点是我们这个纤体的沐浴露的话，那里头有这个智慧的消脂球，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再过滤一下，看一下到底这个功效有什么。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帮助这个肌肤松垮。对，如果你皮肤松垮的，或者是你像很多妈妈有一些顽固的脂肪的，然后或者是有很多人发现年纪大了，你的代谢会开始变慢的，会开始变胖。那甚至有一边洗会发现皮肤变得好滑。这个，我觉得我们在马来西亚人可能就是常年天气炎热啊，这个大家的皮肤都非常干燥。对，然后或者是有很多人他只是水肿的肥胖，然后还有很多人哦，因为是快速变胖的嘛，所以你有一些橘皮组织凹凸不平，连很瘦的女生都会有的橘皮组织，这一瓶全部都可以搞定。而且我希望大家回去体验一下，洗澡完你会发现很想上厕所，因为我帮你消掉你的水分了，还有帮你消掉你的脂肪了，你就很快代谢出去。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那一个橘子的味道是非常香的，我跟你讲。那另外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产品这么有效呢？就是因为里面的成分，而且它不像是吃减肥药一样会伤身，它里面都是非常天然的甜菜碱，帮你溶解代谢你的脂肪。再来哦，我里面有咖啡因，可以帮你燃烧消除你的脂肪哦。然后再来水杨酸，很多人皮肤粗粗的有没有，然后会暗的，所以我会帮你去角质，然后帮你嫩白光泽，洗完之后还会白还会亮，好厉害哦。然后里面还有植物的胶原蛋白，它里面可以让你皮肤更有弹力，然后像小婴儿或者婴儿的那种。为什么会那么香哦？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添加了柑橘精油，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循环，消除水肿，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帮你添加个人的魅力。对，而且我知道呢，其实在台湾有好多的艺人都有使用哦。而且讲出来你都会觉得哇，他真的好瘦，像是寇乃馨，他一直都没有变胖嘛，他为了这支产品还跟国文老师吵架，真的，就是抢着要用。然后再来呢，还有因为马士丽马姐，她的腿是大家公认的长腿姐姐，她就一直用这个产品，然后美腿大家印象深刻吧。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后丽静姐，对，中后感冒就是她取的咯。对呀、啊，你看这么多的艺人明星呢，极力推荐的产品，我想呢一定是有它的一定的功效咯。当然一定有效果，每一瓶用完就可以让你减少5公分各部位哦。那我知道呢，我们这个橘子的沐浴乳呢有很多实验，经过这实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照片。看到是各种类型的身材啊，包含了像这样子的后背肉，有很多女生年纪大了之后就开始累积大块大块的肉。哎，年纪才30几，好，等一下买5罐回去。而且不只是后背肉哦，有很多女性年纪大了之后开始有这种拜拜袖、蝴蝶袖，手跟人家拜拜的时候会晃晃去的。这个是女生很喜欢要瘦身的那个部位。部位对，但是用洗的方式都可以帮你消除。哇，现在不需要做运动就可以呢，透过我们的沐浴乳呢
在台湾卖15年呢，真的哦，好厉害。所以你看到没有，这15年的品质保证了。那真的是希望呢，所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是很多借口导致你没有办法运动、没有办法瘦身的话呢，现在洗澡、冲凉的时候都可以用沐浴乳帮你瘦身了。我可以再看一下我们这边刚才做的实验哦，这个就是你身体上面的里面的那些脂肪对，你可以选择，你还是要像用一般的沐浴乳，没有疗效，没有办法让你变瘦的，还是像这个让你一边洗一边变瘦，这样子很简单的方式。对，好了，那今天在我们的好想购物台呢，你不需要花520来买，你只需要花158就可以把这一整组带回家。而且重点是你不用飞到去台湾，也不用飞到去波兰购买，在我们的好想购物台就独家可以购买到我们这一组的产品咯。告诉大家今天优惠价只是158而已，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18008881222，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 www.enjoytv.com.my， 等你的电话咯。Czy czujecie się piękne? A wasze ciała? Jak o nie dbacie? Ujędrniający balsam do ciała Lirem nawilża i ujędrnia twoje ciało. Masło kakaowe zapobiega wysuszaniu skóry, a wyciąg z owocu loni poprawia jej sprężystość. Balsam do ciała Lirem nawilża i ujędrnia twoje ciało. Masło kakaowe zapobiega wysuszaniu skóry, a wyciąg z owocu loni poprawia jej sprężystość. Liren， 来自波兰橘子纤体沐浴乳，让您洗澡时轻松搓揉，肉肉全都不见了。一组两支，只需好想价158就送到您的家，并优惠赠送新型沐浴组。赶快拨打18008881222。哦耶！我们的 Dr. Ennis 的橘子纤体沐浴乳的话，真的，我们的好想价超值优惠价只是158而已哦，两瓶，而且还加送这个新型的这个沐浴的用具了。而且你就直接把欧洲最明星的体雕课程直接搬到你家里，每天洗澡，每天在瘦。而且真的是一边洗澡可以瘦身的话，大家的梦想了。好了，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嘛，就是可以消除我们身上的这个脂肪，到底要怎么消除呢？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瓶子里面一粒一粒的，有没有？它就是智慧消脂球，然后在你洗澡的时候呢，去锁定你的脂肪细胞，然后去推开它，去代谢掉它，所以大家才会说为什么我越洗澡越来越瘦。对，而且这个呢，我觉得智慧的消脂球呢，是一般沐浴露是很难看到的。对，非常难看到。好，那今天我们就直接的实验。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两种不同的沐浴乳，好不好？好啊，那其实呢，大家其实家里都有很多的沐浴乳嘛，一般都是这样子的沐浴乳，洗香香、洗干净的，那是没有效果的。但是今天 Aris 是真的可以让你瘦下来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哦，这里有。一样的两个奶油是一样的量，有没有一样的多？那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你身体里面顽固的脂肪，你怎么样都瘦不下来。然后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我腰那边的肚子啊，很难受啊，怎么样都变瘦，而且有时候捏起来还会有点硬。今天我们就直接做实验。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来水嘛，然后我们就把沐浴乳呢溶在里面。OK， 好，是，哎，你也同时在溶吗？ Okay， 你溶一个，我溶一个。哦，就用普通一般的这个沐浴乳好了。是。好， okay， 好，加了差不多的量，然后呢，那我去搅拌一下，再来搅拌。就像你洗澡的时候啊，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热度嘛，对，借由水温，然后把有效的瘦身成分跟智慧消脂球带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呢，你看哦，其实很简单，就这样子，然后把它盖起来。OK， 好，好吧。然后呢？那现在我们就一人倒一边的这一个奶油吗？对，就是针对我们身体里面的肥肉，看能不能够有效的帮你消除代谢出去。OK， 好，来来准备，1、2、3，开始。啊，你看，哇哦。哎，我看到一个现象了。对，现象就是呢，在左边这个我们用到的 Aris 的呢，它的那个颜色出来的是有那个奶油的颜色，对，就是它的脂肪真的是有溶解掉，已经在帮你溶解掉了。然后，但是金龙你那边的，哎，为什么奶油会变大？还是依然这么多？对，然后你看，你洗完澡有没有变瘦？
哦，真的是，你看我用普通牌子的沐浴乳的话，你看还是那么多哎、欸。用大姐 Aries 的哇，几乎都已经消掉了，所以为什么越变越洗？好神奇，真的。而且呢，据我所知呢，这一个除了可以瘦身之外呢，还可以去抚平这个妊娠纹，对不对？对，很多妈妈洗、生完小孩之后会发现肚子有很多的纹路，还有人快速的变胖，就有一些肥胖纹，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做了这个实验之后，我很大的挫败感，为什么我的奶油还那么多？这就是因为你每天都用没有效果的沐浴乳，你只洗干净，你当然不会变瘦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 Dr. Alice 的橘子纤体沐浴乳，真的是懒人的救星啊！没错，如果你连洗澡都懒的话，那真的没办法了。好了，今天呢，在我们的好想购物台，只要158就可以马上把它带回家、哦。没错啦，那记得哦，就是除了158可以把两罐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这个新型的沐浴具喽，非常精美。哎，老公老婆要讲清楚哎，一人一罐，不要吵架。台湾有太多人因为这支商品吵架了，啊哦、因为连老公都想要用洗澡的方式变瘦身，男生最懒了嘛。也不是每个男生啦，但是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觉得，平时很懒惰运动啦，太忙了，要顾小孩，不想动，然后又不愿意少吃东西。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不需要运动 ，OK，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沐浴乳的话呢，瘦身了，而且用一罐的话呢，已经是有这个实验证明是可以瘦5公分。而且它只是在洗澡的时候，你只是换掉你原本的沐浴乳而已，你就可以达到瘦身的效果。哇，真的是非常的棒，好吧，再一次告诉大家，我们的优惠价只是158，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18008881222，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 www.enjoytv.com.my 等你的电话喽。可是我呢是生过之后有妊娠纹以后，我真没有想到洗澡还可以把妊娠纹洗掉哎、欸，哇塞，完全没有，真的，看我从生过小孩的好。一洗完，我就发现我的皮肤跟果冻一样，不但滑，而且呢，好像那种零毛孔的那种肌肤。我男朋友现在都叫我牛奶甜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不止说，他还会慢慢把我的皮肤变得跟天使白一样。以前洗澡你就觉得说啊洗干净，可是现在你可以洗窈窕、洗白、洗细致。是，马上我男朋友有啤酒肚，那爱面子都不敢说他有偷洗，可是他全身上下就是那个香味啊，他跟我说他没有。那生完小孩，那一定，其实说真的，肚子一定会出来，就让我的那个腰就不见了，然后我的肚子也都不见了，他没有裙子。你看，我已经花了1980了，还一定要这样吗？流鼻血了，林荡哎哈，来，亲爱的观众朋友，请看52岁的刘姐，洗完澡之后流汗间，你也要流鼻血了吗？好，来，1、2、3。好，所以这个，我想问一下哈，就这么简单，其实洗澡你就能够轻松的做到。林荡也来了，来自波兰。橘子纤体沐浴乳，让您洗澡时轻松搓揉，肉肉全都不见了。一组两支，只需好想价158就送到您的家，并优惠赠送新型沐浴组。赶快拨打18008881222。